一个人过年怎么吃？墨鱼肠。我是九仙，一个十八线美食博主，今天也是为了涨粉努力的一天。大数据显示，临近过年，全国各地开始纷纷灌香肠，这波热度我不能输。作为一个靠近海边的广西人，就用海鲜版本的墨鱼肠来取胜吧。四斤重的墨鱼能做出多少香肠呢？老规矩，还是要吟诗一首。墨鱼肠中冠，煮熟像粑粑。要么忘掉刚刚，还有一根是成功的。I got the cash in the bag, stadium packed. Born a rock star in this life, gonna live it up on the attack, baby.